哟，既然 KO 出现了不完全体形态，本期视频挑战用粘土捏不完全体形态的江 Q。准备粘土，大家也来捏不完全体形态的粘 Q 吧。有怪兽德尔坦达尔好酷哦，一起看看怎么捏的吧。僕らが紡ぐ果てない旅を今日も行動を震わせ確かめてる子らの野望さに答えてくれた。准备粘土，大家也来捏德尔坦达尔吧。不带，还记得那只吞食黄金的怪兽吗？当然记得，是黄金怪兽戈尔顿。本期视频用粘土捏黄金怪兽戈尔顿。准备粘土，大家也来捏黄金怪兽戈尔顿吧。